其实我觉得我第一个可以帮你们做很多的工作，这个应该不是我的，我确定。那个也不是我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怎么都是你的？没有啊，谢谢。信哥就是我的偶像。我要是你的偶像，我还在泥潭里摸索什么？我认为我到了38应该是一个天王。然后呢？没想到再是一个鱼塘。你是天王，你现在是泥鱼塘里的天王。鱼塘里的天王，鱼王，真的。